这是我家，位于乡下的某一个小村庄里，三面被田围绕着，一面是道路。我家有我，一个弟弟，两个妹妹，爸爸和妈妈，还有爷爷。这是牛车，在我有记忆时，牛车就一直放在这里了。不论是我们家的牛先生，如果有机会认识，或许能成为好朋友呢。以前这里有一丛竹叶，小时候我们都会跑来这里摘它的叶子，自己玩包粽子游戏。这片小田，以前每当夏天时，总是会冒出许许多多的黄色小蝴蝶，以及小蜻蜓。好久不见了，你们都跑到哪里躲起来了呢？墙壁外就是稻田，以前也都会看到很多的白鹭鸶低空飞来飞去，甚至还会停留在我家的墙上。这是鸽子寮，小时候的我常常跟在爷爷屁股后面跑上去看鸽子。在这上面，下雨过后往远处眺望，还可以看到漂亮的山呢。记得有一只鸽子，我觉得它特别漂亮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一天它就离家出走了，再也没飞回来过了。这是庭院，也是停车场，在左侧会看到一棵高大的树木，这一棵树叫做龙眼树。以前的它长得很茂盛，很有朝气的样子，每当六月到七月就会长出好多好多的龙眼。这是客厅，吊扇还是一样晃啊晃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就掉下来了呢？小时候都很担心，吊扇掉下来会直接把我们头砍掉。以前的地板都是泥土，感觉沙沙的。在国小的时候，爸爸就拿了一叠地砖，把地上都粘了起来。好怀念小时候放假时跟弟弟妹妹玩着象棋与五子棋。现在大家都各自跟自己的手机玩了。这是走廊，很狭窄，如果两个人要同时走过去会撞在一起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俗称大通铺，我弟弟、两个妹妹，还有妈妈都睡在这里。弟弟睡在最靠近门口，再来是妹妹、妈妈、妹妹，我睡在最里面。高子是念设计系，因为要赶功课，所以晚上都是最晚进去房间的人。每次进去都会听到打呼交响曲，
每个人都在打呼，有时一个人打呼还有两种声音，可能是太累了，听着听着还是睡着了。三合院的浴室和厕所总是在外面，小时候半夜想起来上厕所时，觉得黑暗的前方可能会冒出什么怪物，总是被自己的想象吓到。上完厕所，很迅速地冲回房间的被窝里，把整个人盖起来，说着没事没事，我睡着了，绝对不会把被子掀开，因为害怕有怪物正在看着我，等着我把被子掀开，被子就像是我的金钟罩一样，不掀开就不会有问题。听朋友说，他们家的厕所更远，要先走过乌漆抹黑的庭院，到了对角线的底端，才会有厕所。光听到就好恐怖哦。妈妈每天就5:30起床，8:00出发上班，职业是居家照顾员。每天骑着摩托车到隔壁村庄的好几户人家家里工作，工作之余也交到了很多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朋友。以前小时候还有机会可以全家一起出去玩，现在大家各忙各的，很少时间聚在一起，也越来越少全家在一起拍照的照片。翻了翻以前的相本，也找不到几张一起合照的照片。